43 14 13 19 16 17 18。刚刚带好，刚刚带好，等到你来。对呀。哎呀，哎。正在录，同步同步啊，其实没办法同步，因为我的会断啊。根本没扣好，松的。
对啊，我是说那个缆车怎么好像没在动？这样是不是要往上爬？爬右边的红线。然后你看这边二至三明明就有写往右边啊，也就是说可以往右切过去啊，奇怪。一整个。对啊，因为我觉得应该还蛮平的，我就想这样放没关系，结果要用棒棒撑住。好了，可以了。怎么哎呦喂啊？怎么坏掉了？被喷走了。我知道怎么过去了，这里有一个切过去的这一条，我是说要回到昨天的最下面的那个过去，不用往上爬，但是这先做这个两条的练习，对啊，一直练这条啊，对啊，对啊，对啊，你说下面的人哦，还好吧。那是车上啊，轻松滑啦，轻松滑。
比较稳定的，没有往山上打。没有，像我就往山上。没有，这一次没有，这次很好。对啊，又比较稳定多了，又觉得好像没什么的样子。没太阳。小花一点力气，我觉得我们等一下轮流录影好不好？我觉得这个距离我们可以录这根柱子上去，一号、二号、三号、四号、五号，我们可以从五号录到一号这里，这么远，就是现在有一个人在最顶端那边，录得到吗？而且现在太阳不大，我们看得到萤幕，下去吧。那等一下我先录你。哦，好多人哦！先去排队，先去排队。还只开一条线呢？没有，我为什么只开一条线？烦呢。左边有啊，为什么不去排左边？刚刚还开的。啊，是啊。你要去排左边吗？挤呀、啊，挤不过去啊。过得去吗？走过去吗？
得去吗？为什么他们还是过来？过得去了吗？进不去啊？好吧，先进去吧。椅子都没有，他是检查每个椅子吗？还是怎样？小腿有点酸，一点点。那等一下，我在这个这一号柱，然后你要在开始变倒之前停下来。看得到我为止，不知道。还是我们先一起停，一起停。这是第一个，这是第一个吗？是当第一个喽。我怎么都没有套在手上？我刚刚都用抓的。我好像忘了把喇叭声音开出来。那万一他呼叫？对啊。又有一个人带着一堆人，看有没有记录。没有。测试啦，哈哈哈。欸，那个动了，那个也动了，那一台，那有那一台，我们就可以不用那么辛苦爬上去啊。那一台应该可以接我刚指的那个，接到左边那条，接到左边那边，因为我一直以为要绕过那个缆车站才过得去，刚刚看到了，应该在这儿，应该红色衣服的人吧，差不多。因为碰到那个就跳起来了，但是跳起来就接下来就会倒地。看起来滑的还是很轻松，没有轻松样。没有啊，你应该轻松吧？你自己觉得？问你啊，我只是想问你。你不觉得？我觉得你应该没有重心这边。突然过去，突然回来，你应该是轻松的啊，刚刚。有吗？这一段我应该把帽子戴起来。如果真正自己额头觉得冷，那就来不及了。我现在觉得微微的冷。
方开开关关的，他们不嫌累吗？那就风大没办法。是风大啊，风大的话应该要一起排队啊。好多的椅子啊，你不觉得在这里看的话，椅子超多。等一下右转啊，左边很容易塞车。我觉得左边只要一两个犹豫，就看那边塞车，就走右边。救得回来，救得回来。你这几天协会的另外一个更多的就是你救得回来吧？你自己觉得？应该是肌肉也比较有力了，被练的脚都快肌小腿肌肉都快爆了。救回来。就算沉地，就硬蹲一下。硬撑起来，肌肉也比较没有痛，小腿也比较没有痛啦、啊。好可惜哦，明年要再练一次。不会啦，身体会记住那种感觉。对呀、啊。是行还是不行啊？他在下面滑吗？不是，我有点错裤子。这是老太太吧？我在研究啊，每个人都会滑，有一个有点像老太太。哎、欸，停在这里给我叫这么大声！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他停在上面。还要挥手，又在挥手，对不对？又在挥，又在挥。对。谁？那边鸟。爱鸟哎、欸。很爱，很爱讲。我们一路上来都没有放吧。哎呀，是啊，我就想懒得放。右边那台吧，左边还是也有，搞不清楚。反正我戴个帽子。哎、欸，嗯，你可以先下去找点等。哦。我戴个帽子，哎、欸、姐。Thank you.
顺顺的吧。还可以的。哎呀。你先下去缆车站等吧。嗯。坐哪个？还是坐中间吧。中间的缆车比较快。对啊，那就比较少人挤在那了。好了，你先下喽。直到四点为止。没有一样啊，也应该说你要练习不一样的东西啊。我觉得这跟我那天觉得跳跳是一样的，但是因为没有太阳，你看不到跳跳。看不到到。左边比较空哎，下次我们斜切过去好了。是不是滑这里的很少切过去？好空哦。会更放松，我会更放松。前后摇晃，前后摇晃。我觉得我姿势跟他上次看跟他一样丑。谁？这一个蓝色衣服的。我上次看影片觉得是啊。你都说你丑，丑死了。没有，差不多，差不多。我比你丑死了。差不多。没有很悠游自在的感觉、啊。你看我有悠游自在吗？我要回去看才知道。这就是专心练功的一天啊。这个人在练小掌，练习阶段。这个。这个白衣服的，这个白衣服的啊，他有跟你一样的。这个还好，但是另外一只就是，对，一样的毛病。讲完就变成了，他没有跟你一样动作。不过快了，快了。也不知道抓什么，就是想要停下。因为为了要停下来，当然要抓了。现在在下。真的。现在在下。很小低啊，低得要死。我们至少可以玩，至少这么高比下面好了。我觉得是水滴啊，水滴，但是小到不行啊。你的屁腿应该用胶带贴起来。不用啊，你要贴哪里？贴那个 HD 那个线的。没差了，没差了。
你现在就没看到馒头大队啊？馒头大队都不知道去哪里了，还是他们现在很辛苦的在下面挖馒头给其他人跳？啊？我觉得有一点飘。你说什么？你干嘛注意到那里？很明显啊。好，我看到了。你看到很大哦。我看到高而已。什么声音呢、啊？哦，那只是乌鸦。我觉得看起来像雪呢。你看我的镜片上有吗？没有啊。雪那反正就是留在上，我们就是留在上面混啊。一直到三点也差不多要下去休息，对不对？现在几点？不知道，一点多一点吗？我们休息完不是一点多吗？对啊。现在顶多一点半吧。然后也不哦，两点了。你跟你的预报一样会下雨。哎、欸，雪，现在是雪，现在是雪。也有雨，也有雪。好喂，那就跟梅池一样啊，在上面撑，然后最后再下去，而且下去可能要花多一点时间。他从我们前面晃过去，他应该，我刚刚也在想这个问题，好像更下去了吧？有啊，有晃过了。不知道啊，刚是没仔细看到。你起来了。哦。我有一次忘记离开椅子，差点跳不下来，它变高了，椅子翘起来，然后咚一个跳下来。什么椅子翘起来？我忘记站起来，我自己坐，然后坐得很舒服，就休息。然后我就想，我平常说很懒嘛，等到椅子很过去才会站，然后这次有点太晚站。你要被载回去啊？对，差点椅子已经要翘起来了，而且挡一下来。椅子帮你倒出来。对呀、啊，走右边都方便。好的很。啊，反正我也是滑到中间了啊。你在测降啦？没有，我是这种测哎。怎样测？就是那种反直屏的那种。啊？反直屏的那种，别玩手机。你的那种画质比较好，比较稳定。要这样。我的画质很差。是哦。不要。好啊。帮你录好一点，不好。你记得用撸的推开就好了。因为他有时候也不知道怎么摸不出我的纸。对啊，所以一推开就可以录了。就没有推开的习惯。嗯，我上一次就是养成推开的习惯，因为用触控手套你也没办法感应。虽然没有那么冷那么窄。嗯。好了，我走了。好，我先走吧。我也要走，走到中间啊。还是你要帮我录两次？那我就从这里开始，你录到你到那个。
好笑。啊，是哦，因为前面有人啊，我要换个地方啊。哦，没关系，接下来再来一次。我先去那边的中间看。头顶怎样？好。快到我出彩！为什么？刚刚有重心不稳的样子啊！哎呀、啊！我手指又
哎呀。看你笑的时候。嗯。你要拍吗？都可以呢。还要拍那就要放我身上啊。嗯，先不用好了。嗯，反正一次让一次好，我自己知道。然后我只是要看好的时候 pose， 我的 pose 有没有比较好，好看一些这样。哎、欸，切右边。切得过去啊。切得过去啊。切过去啊。好。好。觉得你好像一步停不下来。好，我故意的。好。就觉得吓了一跳。还跑卡。没关系啊，我后来把棒棒放开，不然它又要被我凹坏。我哪有那么重？哎，用它，你用身体力量横着凹它，就是会那个的。脚有点。有点肿。看不到人。看不到人。回程的椅子你不觉得一样快吗？小朋友椅我没来得及。等一下就看那个啊。第二组。他们超过我们嘞、欸。好吧，看来不能坐左边，要坐右边、嗯。对，小朋友超过我們。那个叫高速 lift。难怪没人要坐。嗯，真的，而且就是第三组。对不对？拜拜，是差一点点，多休息一点。哎呀、啊，那里有个牌子。哪个牌子 ？Slow down 吗？还是什么？那个很差的。就很害怕，我最近老是没有。为了拿给你，以后我自己也没啦。对啊。超越三四组，等一下再印证蓝色裤子，淡蓝色裤子。小朋友已经比我们很远很多了。对呀、啊。为什么两台两台就还那么慢啊？一台高速。哎、欸，现在变我们变快了、欸。哪有？有。他们、啊欸、又加速，又加速。他们在前进啊！他们已经第一二三四四组人超过我们了、欸。嗯。又往前了，又往前了。好像是很平缓的速度一直前进，他们会咻，有时候会加速一下，你不觉得吗？嗯、好，然后那个，如果那个淡蓝裤子现在跟我们一样平的话，就表示它速度比较慢。看不到他。我看也赢我们的啦。没
没有，一直都是赢，一直都是赢。赢很多了啦，这台真的很慢。好。等一下还是要往右转。啊？怎么会往右转？往右滑右边啊，滑左边他都卡在那，一堆人。那个棒棒不是都不见了？我觉得真的很神奇耶，我们只穿两件衣服，然后在冰天雪地都不会冷。我是是没错啦，我台湾一个寒流，然后就冷死了。本身上穿的那个太厉害了，再多买几件。跟那没关系吧，外层比较厉害。外层也有吸湿排汗。那也只是排汗。上面那个，对啊，就是要往前拉。我就是要那个额头，我觉得一定要罩住它，不然的话就不大行。上面是雪，下面是雨。小馒头。哎，轻轻坐下。翻身吗？要翻身吗？好小，好可爱。这样切过来也只是到这边啊。下面又有一个往右吗？还是怎样？我分不出来、欸。是上面切过去的，来，我要掀开哦。雪越来越大，下面的雨也就是越大。是不是下面也下雪啊？只是化得很快。然后衣服就会湿啊。右边吗？右边啊。
用吗？不用啊。哎、欸，我刚跳了两个小馒头、欸，哎、嗯，哎、欸、还可以。自己觉得有没有乱啊？一点点的。对，我问你说看起来乱吗？看起来乱。没有啊，就跟还好，跟平常类似吧。就只有我没过这样是怎样？这个山上都已经是油卡。对啊。维修中吗？又不是你加速的，那我就超过了，真的很慢多哎。嗯，好，现在在选定，右边正右边是蓝色，差不多了。刚刚因为我们做比较慢的，比不出来。差不多了，看差不多。但是我们是做比较慢的。对啊。然后他要是跟我们慢的差不多快，没有没有，他跟我们这样。也可以照这个教练教的，这个棒棒靠下面那个。手要，那身重心够低啊。对对对对对，你也，我觉得我跟你现在也还可以练这个。
那三个很可爱的吗？那就要耍赖了，教练不想理他。教练见多了。还是他真的摔得很惨。没有，小孩怎么会摔很惨呢？你看，就这样子就叫摔啦，他只是坐下而已，哪有摔很惨？他只是不没力气，不想站起来，那就很糟糕。那教练挡在他后面，一个撸一个，叫他不要这样搞，这样子的话就是自己偷偷滑下去。他以为他在做雪盆，他就在那边一坐好就滑下去。不可以这样滑，不是玩雪盆。你爸妈赚的教练钱，不的教练钱不是赚的，就这么滑掉了。那你就放软软就滑。对啊，就是我不要雪了，然后一坐就滑走了，有点像我们那边每次看到那种一去不回的单板，那个板板就这么滑走了。哇，倒霉了、啊！哎呀，我们输了。你们要坐到这里，我们应该超前五格啦。对啊，但是欧克里跳下来，他还是赢过我们，我们还是选车车。要动了，要动了，要动了。后面虽然不够长的路可以追，还有两个。没有啊，一个柱子大概就会超前一车啊。所以他是追不上的。那穿了好像全身都是防护装的感觉，只有这个会这样叫。你看这个红外套也是好像顺顺的，这个全身放软也好像顺顺的。对，看起来像练习，但是速度也慢慢。我有在看我自己的脚，我在骑。有啊。没有，不用管合这件事了，就是最后自然就会合起来。我来找哪个最轻松的，看他的 pose。这边都没有，刚刚那个最轻松的。对啊，这个是跟拍的。我要跟拍你很难，我没有办法照着你的这个。这老师在练习啊。你觉得穿这样就是老师？来就穿上制服吧。没人预约啊。理论上，那个预约滑雪课程啊。ski 课的比那个雪板的课的人还多。嗯哼。不要 baby 他们就是在新野，他们还是有报课啊。哦，你说那边右下角那个在那边横起来、围起来，是不是？对对对，是不是在查案子、啊？不知道啊，他们就拿起封锁线，对啊，然后就有一个人挡在上面，叫大家不要滑那里。对对对，为什么？查案子吗？不知道，见事人员。但是那些人当中，我也没看到有人躺在地上什么的，都没有啊。会不会是刚好我们已经被看到运走了那个？就算是运走，然后嘞，他们是要留下轨迹。看责任吗？怎么可能呢？看谁受伤啊？那这种应该就是你买票不是就有保险？我之前看到讨论区讲是这样讲，但是现在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上面有没有血？有吗？没有。镜头上有血吗？你也没有，我的也没有吧？没有。对啊，这很飘啊，就飘走了。
跳了几下，啊、跳了几下，觉得自己滑得蛮烂的。跳得很厉害、啊。就跳，但是没有趁机转好弯。哦。哎。再练习啊。休息啊，because this one has been so good, it's got everything on it. And then we'll go down and we'll do the black one, yeah? Do you want to do that? It's 2:30, so the only block, if we go down there, then we're going to get stuck on the 2:30. Okay. I'm going to do one of them now.速度滑，但是啊，什么？要可以滑得更快啊！你要更快啊？也没有要更快，就是现在纯粹是纯休闲、纯练习。那我接下来有点快啊！
哎、欸，你改停这里干嘛？啊啊啊！爱、啊啊啊、动一下，动一下的好。对啊，我再啊两下，它变给我怎么办？啊！那个黑黑的是什么东西啊？你看那个黑黑的。啊！雪场上的遗失。你看遗失物吗？还是什么？手套吧。哇哦！看起来像手套。哇，是掉了 Kitty 的手帕在那个啊平台，雾冰平台。你的推测是雾冰平台。我就因为是雾冰平台，觉得那个很湿，就把它拿出来夹在那个上。要留一些脚力让我滑下去。对啊。我们是一点开始滑的嘛，差不多。那一点开始滑，你说现在两点，我觉得两点半干，两点半了。那这一趟滑就坐右边吧。什么意思？就我们从三点开始出发往下去，会不会太早？不知道，我是觉得膝盖。我，对啊，或者是说三点你至少要休息一次啊，对不对？我有带啊，你有带蓝色的？对啊，一颗，昨天没吃的。一次15分钟啊，45，又再坐上去，差不多快3点，3点休息，3点半，差不多啊。哎、欸，单脚，我是不是要来练单脚呢？刚有一个人啊。有啊，中间这一段比较不倒的地方都是练习，就是可以练自己想练的东西。不能想练什么，只要速度快也是紧张。你已经不紧张了、啊？那你自己去，反正闲来无事，你去感觉左边跟右边差在哪吧。这也是在上课吗？下一个，倒一倒。后座问题好点了吗？嗯，影片看起来会觉得像，但是其实比之前好了。我觉得可以每次的影片都记住。啊？可以每次的影片一个一个看。比较没有后座了。嗯，其实我就觉得很丑、啊。其实那种半蹲，要还是要看上半身，上半身朝前，我觉得就不是比较不算后坐。后面等你嘛，想下去了，好累哦。哦，想下去了。哎、欸，好累。咦、欸，他竟然比我们先说，他说其实就也很累。我们预定这一次要坐最右边的缆车，然后可以回去缆车站那边休息，然后休息到我们高兴为止，然后我们就滑回去的路线。好好累啊、哦！你不累啊、哦？哇，还好，没有。他今天努力超很快。他什么？他上去找我。对啊，今天就是充分利用这个缆车站，休息休息休息。
但是除了衔接的地方要少爬一点，有点烦以外。好了，我放。好了，这一趟用轻松的心情滑，不要花太多力气。我一滑，我下去没事。还可以吗？还可以啊。确定啊？确定。对，冲蛮快的，他会帮我们拉一下椅子，真的哦，降低冲力。你刚好撞到吗？一点点，我也一点点。脚在椅子外，你坐得很旁边，又过来一点，还可以吗？我都看前面吧。我去看影片啊。真的哦？你觉得没有？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真的吗？对，但是已经跟之前完全不一样了。之前就是，你可以看你自己的影片的方向啊。对啊，我们就是会越练越那个，镜头就会越一直都持续朝下。对，我的话是利用你来练习自己，就是要能控制速度，第一不能撞到你，第二还要能拍到你。我觉得这样也不错。那我很。之前的话我抱怨对不对？因为我控制到不够。那现在我已经可以了，还可以了，不会又很累，
又要隔很远，怎么了？我是想靠一下，然后刚好。放放。后面的靠。有点累，真的有点累。有点，膝盖有点酸。全都是肌肉的部分。不是，我是膝盖。扯一下，扯一下，搓一下。都好平啊。嗯。这样有下雨吗？没有啊。有一点。有吗？有啊，我眼睛看到了。但是那个因为太小了、欸，小到不像雨滴。白色的、啊。是啊。哎呀、啊，下面。这样会白色。那天应该没湿，是整个裤子都湿掉。我们下去大概也会这样吧。太低了。嗯。不过那个我看的 app 它是雨滴形状啊。对。然后一。欸动了，什么在动？车上面的车在动。没有，没有要去滑，因为滑上面跟滑下面，你不觉得那边是陡一些些啊？也都踩好了。太累了，好吧，明天再来。嗯，六日一大堆人在那边搞。六日会不会是三排馒头大队在那里？就三排，然后就一直挖挖挖。看啦、啊，掉掉掉啦！雪啊，现在是宾利啊，如果是下面就是雨了。我刚刚讲那个 app 啊，它会用一滴水、两滴水、三滴水，然后像这种已经接近毛毛雨的是一滴。我觉得我们在滑雪碰到那种一滴水或两滴水都还好，三滴水就真的完全不能了。对啊。有，后面它到底会不会？三滴水，没有，那个今天一直到结束为止都是两滴水以下，我觉得。那我说明后天呢？明后天，明天要 safe 啊。哦，六日的话随便啦、啊。六日。哦，我知道了，因为我们上午根本还没到八点，他根本还没上班啊。可是我中午看回信好像也没回。我说问坐车的地方。对啊，时间地点啊，这最重要啊，吓死人了。嗯。对啊。而且我去看了他们的海报，他就写白马八方到富山，他白马八方也没有讲说是 bus terminal，所以会不会是从旅馆接啊？希望是啊。安全帽有没有扣好？有啊。还没有化掉啊。什么东西化掉？它没有化掉、啊。这里的温度不会化掉啊，它会留在我们身上一直到下面。但是下面的话是看气温啊，因为今天有出过太阳，所以气温比零度高，在下面就会化掉。没有人往上坐啊。还是只是适应转。嗯，要转一转这样。可是上面有三个人、四个人，是不是？哪里？那四个是人吗？没有，那是树的顶。没人上。还没有人上车，我觉得是适应感，就跟刚刚左边建议。但是他没有必要啊，就是他那个最晚并都已经快要休息。对啊，他才开到几点啊？9点、3点半吧。对啊，他特别开了半小时啊。那就大家想要滑陡的啊。陡的下面也有啊，一堆人，我先掀起来。好。哎，这，没什么人坐这边，前面座位都没人。谢谢你都有陪我。我有路到。不过你就去上课那天，我就要靠自己啊。可是我们都探过路啦，你们就高兴的这边滑一滑，啊，高兴的滑一滑，搞不好你可以玩棒棒，好，玩棒棒，对啊，哦，而且我可以对讲机可以说我现在在哪里，看他会带人去哪里上课，那我们就去一楼路口吧。路口干嘛？他不是要休息了吗？就是滑下去了吗？你不要休息啊！你要脱鞋是不是？你要休息吗？我觉得要吧。
你要直接滑吗？我觉得要休息一下。休息，对啊，因为等一下要一路滑下去，对啊，在里面坐着休息不是很好吗？我们现在到了 Osaki Pin， 那去二楼上厕所休息啊，坐在椅子上。哎呀，在后面啊，一起搭。不是，帮我看看你有没有很多血。看背后，没有啊，都没有啊，还好啦，差不多了，休息，除满体力，滑到下面就收工了，很好。你要不要喝饮料啊？这样休息。哦。等一下要去上。对啊。都背着吗？好啊好啊好。累死我了。储存体力，滑下去。啊？放下就放了。储存体力，滑下去啊。我按就好了，对不对？按。什么按？哦。为什么不教我关机方法？你现在就是那个啦，然后右边有个钮，按的是关机。对，我没有。我完全没有。我，你关了。他会讲吗？关了，关了，关了。不对，这好像是打开屏幕的，好像刚不会中没录吧？有啦，刚一定有录。那我关啊。我关了。屏幕亮着。怎么录啊？有吧，没有就算了。啊，我滑那么认真。没关系啊，是我录你啊。我跟你。想要看我自己的啊。OK 了 ，OK。对，录你刚刚帮我检查哦。
有吧，一开始有啊。为什么刚刚我按电源，它就屏幕打开？不然你现在打开电源。有啊，有啊，有啊，我坐在旁边啊，那而且那么阴，几点几分不知道。我第一次用这个功能，那一个个介绍。算了，因为这样传输，好啦，一定有啦，看看这就知道啦，对不对？然后下面是晴天的，有啦，一定有啦。啊，我再关机，我看，按关机，好。你要上厕所吗？还是上一个啊？哎呀，要，我也是。等一下，你可以先去啊。我是想做完休息完才上去。上去哪里？才去厕所，现在已经上去了。啊，这个毛毛有擦，有毛毛额头才不会痛啊。什么贴纸？他哭吧。我们才花了9天可以贴一张。不掉啊！因为我觉得是猫咪的太复杂了。都一样会掉吧？它这是一整张。都嘛会掉，会掉。整张的哦。你说那是纸的吗？不知道是纸的。也要防水啊。